然后接下来介绍我们二号参赛者林秀琴带来的《爱什么稀罕》。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，还怪我什么都不懂。 No No， 我在想爱会有没有怎么的借口。 Oh yeah yeah， 那天晚上你有话对我说，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，还怪我什么都不懂。 No No， 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，三心二意的你我不想再忍受。 Oh baby， 爱什么稀罕，不要再等待，你若是要来只好说声拜拜。把你赶出我们外，爱什么稀罕，要再等待就是要来说声拜拜。不要再等待，爱什么稀罕，我现在不把你赶出我们外。 秀琴，哇，完全放开啊，破纪录，破纪录了，打破本节目最性感的尺度。哎呦，整个在那边好甩动，哎呀，辛苦辛苦。哇，啊，他以前跳舞是在后面还可以看，这是他是领头羊在前面。对呀，对。哦，你可以先讲话一下。对不起，好，我们继续，很喘呐，这个舞的又要唱，尺度这么大，老公可以接受吗？老公没有来，没有来，所以他可以开放这个尺度。哦，是我整个感觉上完全是啊，非常洒脱、性感。对啊，而且这歌不好唱，还要加上舞蹈，你怎么敢做这么大的尝试改变呢？因为其实这首歌本来就很喜欢。这首阿妹的歌，我也比较熟悉。是，那只是又加上动作的时候，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表演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享受那种对很 sexy 的感觉。那你以前有做过这种表演吗？没有。老公有没有跟你讨论过啊？有，因为其实我在练舞的时候，老公都陪我去。他看你要跳这个，知道你穿那么少吗？那时候还不知道。哎呦。对，然后播出才会知道你今天尺度这么大。我觉得下次我在排舞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老公不要在现场。为什么？他一直在左右那个舞蹈老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说老师，这个很就是有一个动作是这样子。”哎，对啊。然后我就说，全部的人只有我面对评审要这样子，就是我会害羞。是啊。然后我一直做不出来，然后我老公就说。只有那么简单，老师不要删，不要删，这样。回家一直叫我练习，哎，那个来十下，我说不是，我就说我就不会这样子啊。是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这种打扮让你先生看到，我跟你讲，你准备又要再生个儿子了。不要这么吼哇！来，欢迎我们陈志远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哎呦，志远，志远，献花，献花，赶快啊！老婆，来，哎，你不要接受我的花吗？接受一下嘛！老师好，怎么害羞？志远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吓一跳哎，我都没有讲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在台上表演真的压力很大。大，一进门请假，一牛亲人都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前面你哭哦。你不容易哭的呢？没有，他今天真的，我看前面表演很紧张，有几乎是我不知道对这首歌我不是很熟，但是好像有漏台词啊，对，稍稍漏了一下。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有点紧张，芳心姐都没有跳舞，这样子，你就那个手影大叔，其实秀贤很会唱，很难，他很会唱阿妹的歌，那但他唱的时候就是扭腰摆臀这样而已，没有说这么大的肢体动作，是，所以他这几天我都说你怎么都不睡觉，都睡不着，真的，然后起来的时候他想去我们的健身房，那决定我说不用，你看影片就好了。嗯，那我觉得压力太大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辛苦啊。因为志远也知道，当你当一个球员的时候，对啊，每天早上起来就要暖身。哎喂，不是我，我帮你去真诚一点好不好？这么性感，对，我能体会他的心情。不要哭，我能体会是因为他平常上节通告，其实不需要太准备，上去就可以了。对对。但是这个节目一定三四天不能睡的。对对。你刚刚看他多紧张，又开口，而且又穿高跟鞋跳。我还跟他讲说要不要穿厚底的会比较好跳，说可能蹲下站不起来。对。他压力这么大，突然看到你释放了，你有什么话给他？其实这几天我看得很辛苦了，那我知道在舞台上面要准备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那只有在几分钟要表现最好的。其实你不管好与不好，我觉得你都是最棒的，我爱你。对，今天说实在好感动，看他穿成这样这么性感，在地上滚又爬的，晚上会不会靠处理处理好了，处理好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陈志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你好好表现，对你来讲，你是收获最多的了啊。